一二三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洞岩湖的路上超冷。哦嗨哟！今天我们要参加这个 KK 队的洞岩湖一日游。对，现在在等大家集合。啊，这个导游有讲中文，有讲日文啊，很方便。很推荐这个懒人旅游的。Two hours later。嗨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是一个叫做赞卡的地方。然后这边的雪下的非常非常好。我刚刚去买了土豆烧，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先这样。嗯，肯定都是马铃薯，还不错，就是马铃薯味。这个这样多少？480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嗯，很香。海盗盛产的就是马铃薯片呐、啊，很多原料都是北海道的。薯条三兄弟也是。对，好吃，哎、欸，好吃的。我们刚刚在大学里面等超久的，手都快冻僵了，超美，赞赞赞赞赞。新山这里的熊公园，现在呢要准备熊饼干来喂熊，而且这里的土熊很特别，被训练到在投熊饼干的时候呢，会给出一些很特别的手势哦。对，好，来吧来吧，哦，站起来了站起来了，来哦，你好哦，投手准备，三雷手就会，他是。这里是在分别地狱谷，日本前十大温泉、哦、啊。这个为什么叫地狱谷？就是因为那个冒烟。啊，古时代大家不知道这个冒烟是什么，以为是地狱来的，所以就叫地狱谷。这个是硫磺温泉，所以跟那个阳明山一样臭臭的，有点像 ammonia 的味道。啊，听说是有疗效啊。对啊，所以大家都来泡温泉，有没有？风景蛮独特的。我们现在要回去札幌了。札幌了，最后一个景点。成功。拜拜。拜拜。就。北海道 KK Day 一日游结束了。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美丽的北海道风光色彩。那我们下一集见喽。拜拜。好，上菜了，上菜了，这一盘十种金枪鱼握寿司套餐，来帮大家试试一下。哇，你看这个新鲜的，新鲜的。嗯。哦，它底有点烫。